会体验文第二十五篇，体验文第二十五篇。我来替请兄弟来念。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伊赦免你拢做的罪，伊饶你一切的孽，伊救你脱离死亡的下梯，用慈悲怜悯罪恶的万死赎回你。伊用百般好面予你，一世人关照，予你的儿女少年亲像牛羊的羊毛。上主施行公义，伊怜悯世上大罪人心怀。上主有慈悲有仁爱。为我们的生命奉献出来，伊会久长接力，为我们的救命，伊会照咱的罪过接过来，那照咱的罪过带过来。天离开地有偌远，天出来离开地有偌远，天离开西有偌远，有咱的罪过为咱的。老爸安怎疼疼家己的子儿？上主啊，咱的囡仔是你的啊！因为伊知影咱受罪的本质，伊会来咱的所在。人啊，伊的性命亲像草，伊的性命像花，像草无生息。风一个吹就消失，无人会落雨。不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。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，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，有偌宽量的天赛，听从上帝的话。咱这声，你拢着称赞上主，作为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！你以掌管各所在所有的作物啊！咱唱到这声，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。这是献诗，咱唱。